回禀君后，上泽已行刑完毕。朱郎中，将他带下去，好生医治着吧。哼，这板子打在身上跟打棉花似的，算是便宜他。不过君后，裴寂的事不会就准备这么算了吧？待他身子痊愈，我自会将他革职查办，逐出王城。妹妹，盗窃的罪名罪不至死。 小姐，你总算是出来了。方才听到声音，梅心还以为打的是小姐，都快被急死了。好了，梅心，你看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也是。那小姐偷窃药材的罪魁祸首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呀？君后亲自介入调查，自然是水落石出了。没想到罪魁祸首居然是裴寂。 那名叫做玉竹的掌药，当真是性情中人。那就好。对了，小姐，咱们得赶紧回双福局才行。萧思之似乎有要事要交代给小姐。萧思之，好，我立刻回去。 参见萧思之。 情况如何？玉佩呢？药材失窃一事已证实与属下并无关系，君后正命人着手调查此案。至于玉佩，属下已经交由君后，假以时日定会归还到工具网手中。此番让您担心了，还望萧思智恕罪。也没什么好担心的，不过。 我倒有一桩差事要交与你。司智大人，请尽管吩咐。近来你周遭总是徒生事端，留在这儿也是个麻烦。正巧几日后，司智房准备派人外出采购一批金线，这活儿就交由你来做吧。倒是不用太着急，甚倒可以在市井内洗洗身上的晦气。司智大人的意思，难道是想让我借此机会去外头散散心吗？ 可能是太过疲惫的原因，禁不住就胡思乱想了起来。小姐，出城的令牌分配下来了，我已经帮您放桌上了。 不过只有一块，梅心这次就不能陪着小姐了。小姐一定得自个儿当心着些。放心吧，汴京城于我来说也不算什么陌生了。即便如此，小姐也还是拿着令牌早些出发吧。这晚上坏人可多了，万一等到天黑才能回来，就太不安全了。好，你这丫头呀，就是爱操心。
这令牌得小心保管才是，不然侍卫定然不会放行。事不宜迟，赶紧去城门口吧。那天之后才不过五日，您的身子应当还未痊愈才是，贸然下床当真没事。姑娘放心，我为君后调理身子已有数年，只是如今司药房的人因为此事早已对我避之不及。我方才在这等了许久都不见有人出城，所以眼下唯有恳请姑娘你了。掌药大人不必多礼，但说无妨。这包是司药房原本准备丢弃的废药，姑娘应当看得出，这些药材虽因封存已久，药效大不如从前，但其中却不乏珍品，所以我想请你替我转交给在汴京城内的母亲。交给您的母亲？是，母亲她身染恶疾已有多年，所以先前我总会省下月银拜托裴寂帮我购置药材，但没想到她却起了贪念。原是如此，那裴寂她如今怎么样了？可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？她不止盗窃药材，私吞咱们掌药大人的钱，还在外头与一名年轻女子卿卿我我，居然只是被革职后驱逐出王城，真是太便宜他了。东阳，不得胡言。哪有胡说，这些事儿大家都议论开了，您还帮着他，白摆了那些板子。掌药大人，我也有同样的疑惑，您当时为何？有些事情并非只言片语便能。我与他相识多年，大概还是不愿相信他当真做了那些事情吧，所以我还想请求姑娘一件事。掌药大人请讲。如若方便，顺道帮我打听一下，裴寂他如今究竟怎么样了。掌药大人，您这又是何苦呢？我并非不愿帮忙，只是这王城内向来戒备森严，要轻易将东西带出去并不容易。这点姑娘请放心，今日的守卫与我有些交情，绝不会过于严查。我深知此举有风险，但眼下得知母亲病入膏肓，我也只能在此厚颜相求了。往后我甘愿为姑娘当牛做马以报恩。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，掌药大人不必如此。父亲从前常说，济世救人不计回报，只求问心无愧。倘若他还在世，应当也不会选择坐视不理吧。为了令堂的病情着想，我会尽力帮您带到的。谢谢姑娘，我母亲叫做刘芳玲，代代都住在市集附近，你应当一问便知。裴寂先前向我求助时，只说是因不愿帮景贵夫人办事，才会被处处针对。但眼下看来，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。没错，景贵夫人虽谈不上聪慧，但也并非愚笨之人。倘若只是因为此事，不该如此紧咬不放才对，除非她另有目的。看来裴寂是有所隐瞒了。轩儿，替我盯着点，景贵夫人那儿应当还会有动作。哼，没问题，君后就放心交给我好了。湘潭，事情办得如何了？已经安排下去了，如此一来，裴寂必然是插翅也难飞。哼，很好，就让他知道
有些东西不是他不愿交出来便能不交的。还有一件事，夫人，那名棘手的女官似是也出城了。哼，这样正好，顺道啊可以把他给一起解决了。叫做刘芳玲的夫人，应该就是住在这附近。刘芳玲，好像有点耳熟。你要不再仔细想想？对了，还有个女儿，早些年还被选入王城当了女官。哦，原来你说的是刘婆呀。对于这个女儿，她可骄傲了，经常拿出来说，在王城里似乎还是有品级的呢，是叫玉竹的。没错，请问在哪里可以见到这位刘婆？这刘婆她数月前就去世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什么？数月前？是啊，她生前就住在前面不远处，不信你去问问。是在这附近吗？远处的那个人好像是裴郎中。既然玉竹有所嘱托，便走近些看看情况吧。裴哥哥，不如我们就索性去外头云游一番吧，四海为家，走到哪儿算哪儿。娄七，这不妥，孩子们还需要人照顾。说的也是，倘若让他们自己照顾自己，那可就要翻天了。你瞧这江南景致，应当会是个好去处吧。姑娘好眼力，我的故里乌乡便是座江南小镇，那儿青砖黛瓦，小桥流水，可谓处处是景。那听起来还真不错呢，只可惜……哎呀，你俩还年轻，以后机会多的是，等孩子都长大后再去也不迟啊。会的，总有一天会去的。这裴寂当真是过分，害得玉竹吃了那么多苦，如今自个儿倒还乐得逍遥。好久不见，裴郎中。不，裴寂，你欺骗玉竹，私自贩卖药材，为的就是要和旁人远走高飞吧？亏得他还对你念念不忘，托我来打听情况，没想到你……姑娘误会了，